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大吵大闹。大吵大闹，说一句话，大吵大闹。我知道大，大吵大闹，吵吵吵，闹闹，大吵大闹，反正那一打那就是大吵大闹，吵能逗逗大家。다싸우다하는뜻입니다말라서싸우는것을말다툼하는것을차오합니다너는역시떠들어대는데요이너는행동으로하면서행위로동작으로이렇게떠들썩하는것을말합니다떠들썩하다혹은소동을일으키다그럼따차오따너는아주말소리도크게하고행동도거칠고이렇게아주시끄럽게구는것을따쳐따나합니다뜻을알아보면몹시몹시시끄럽다혹은두번째는아우성을치며떠들다큰소리로등등의뜻으로이해하면되겠습니다그럼우리본문을봅시다在医院等公共场所大吵大闹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不道德行为再听一遍在医院等公共场所大吵大闹是不文明不道德行为好그럼다시한번끊기에주의하면서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在医院等公共场所끊겠습니다大吵大闹是不文明不道德行为行为行为이상입니다그럼아래뜻을알아보면서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在医院等公共场所医院병원이죠公共场所公共场所要注意公共场所公共场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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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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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两个都三声所以变二声场所场所场所这个意思你的场所二声三声这个意思场所大吵大闹大吵大闹是떠들어대면是不文明文明하지못하다문명하다文明是文明하다道德道德道德입니다道德那不道德는불도덕적인행위다行为行为行为이다그럼다시한번정리하면서읽어봅시다在医院等公共场所大吵大闹是不文明不道德行为병원등공공장소에서큰소리로대소동을일으키거나혹은이렇게떠들어대면문명하지못하고불도덕적인행위다이런뜻입니다好最后再读一遍在医院等公共场所大吵大闹是不文明不道的行为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